好，而 LAMIGO 桃园正中的新晋大炮陈俊秀，今年被美国职棒3A 的球队释出之后呢，是回到台湾投入到中职的赛场上来为球队贡献火力。对，那么面对到过去的波折，陈俊秀是只有一个理念，那就是把球打好。那接下来呢，他也会为即将到来的亚运全力以赴。哇，这个球左边方向的飞球没有问题。LAMIGO 新晋大炮陈俊秀虽然打击率还是不及格的20出头，但最近只要把球打出去就容易形成重伤害。他的长城炮火已经准备好对中职的投手们大开杀戒，找就是把自己比赛的比较对自己比较会打的球，就是比较有耐心一点去等待这个那一颗球。对，今年初被美国职棒印第安人队释出，让已经升上3A的陈俊秀遭受突如其来的巨变。经历国外的独立联盟和回国后的爆米花联赛的洗礼，陈俊秀最终在中职的季中选秀落脚 LAMIGO， 选择留在台湾职棒圈的同时，他也开心能够留在家人身边。从以前就是高中毕业就回就去外国打球嘛，然后就是很少在家里的面前还有亲戚朋友面前打球啊，然后就是回来也会特别兴奋。这个球打得蛮扎实的，中职的棒子都还没有握热，下个月陈俊秀又得收到国家队征召，出征仁川亚运，成为中华队倚重的火力来源。就算亚运结束后他也没得喘息，马上得投入中职季后赛，帮助 LAMIGO 争夺总冠军。就是能季后赛其实就是帮助球队嘛，因为季后赛是没几场啊，所以就是球队赢球大家都想看到的东西啊，所以也不是说个人成绩怎么样，当然打越好越好，就是会帮助球队，那重点还是要帮助球队赢球拿到总冠军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。一年内的起起伏伏，陈俊秀没有因此自怜自爱，只专注在当下的事，让他的棒子不管到哪都能适时发挥。 UDN TV 吴家佑、吴敏欣桃园报道。